奇趣秘闻，通俗抵死，引人入胜，天下第一奇书蓝皮书，逢星期五晚十点正，同你一起挑灯夜读。好，我哋即係第二節就返返嚟啦。咁首先就介紹一下兩本書先。都係何老師的作品啊。係啊，因為其實喺我哋除咗出面書局啦，或者去次文化堂啦，甚至喺 MHK 網站或者大家平時開放日呢，都會見到我哋即係出面有書櫃賣唔同書嘅。咁其中兩本書呢，就韓老師的作品，就叫莎士比亞罵人的藝術，咁應該依家仲會有一個叫做莎士比亞談情的藝術。其實呢幾本書係咩嚟？無啦啦，你會寫莎士比亞？一本 A B C， 一本 X Y 啊。咁罵人的藝術咧係舊年出版嘅，即係2016年嘅寫嘅書嚟嘅。因為當時嗰個政治氛圍咧，我哋見到咧，哇689嗰啲咁嘅癲狂嘢啊，啲咁嘅虛偽嘢，真係要諗一啲嘢去鬧佢嘅。咁啊，方間嘅朋友咧，真係好多時都話：喂，點樣去即係用極都係嗰啲詞語，可唔可以有啲好啲嘅典雅啲嘅詞語啊？咁我諗到莎士比亞其實佢嘅名劇裏邊咧，好多啲呢個鬥爭啊，好多啲宮廷打鬥啊，呢個復仇啊等等嘅情節噶嘛。所以嗰啲劇作裏邊咧，就有好多鬧人嘅精彩語句嘅。咁我諗到啊，不如引用莎士比亞名劇裏邊嗰啲咁嘅罵人嘅情節寫落去啦。點解叫 A B C X Y C 咧？其實我寫嘅時候寫一本嘅，咁我係用咗呢個叫做英文字母次序嚟到去寫嘅，即係先係 A 啊 B 啊 B 字頭 C 字頭，咁就寫出嚟。咁啊社長話：喂，太厚啦本書，不如拆兩本啦。所以 A B C 咧就由 A 去到 L 嘅，咁 X Y Z 咧就係由 M。去到 Y 嘅，係冇意思，去到 Y 嘅呢啲罵人嘅句子嘅，咁啊諗到係 A B C 幾好啊，又啱啱配合舊年 Anyone but C Y 啊，咁X Y C 又配合到，因為 X Y C 我哋都係通常係粗口嚟噶嘛，咁所以用咗呢兩個名堂咧出呢兩本書，係啊，咁於是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學下莎士比亞嘅英文啦，點樣去實用啲啦，係啊，咁我哋又講開教育嘅問題啦，因為上一節就講到喺即係教改啊，哇！即係前咗十年有40多位老師，即係跳咗字頭，即係或者係有關，就於是就輕生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去到近幾年有冇改善咧？嗱，教師輕生咧就係喺10多年前就開始多嘅，因為嗰個時代咧就係羅范椒芬同埋李國章統領呢個教育界咧就推出嗰啲種種林林種種嘅政策咧，逼到教師真係走投無路嘅。咁喺走投無路之餘咧，又得唔到學校方面嘅體諒，校長都好多領導層校長咧都係跟同呢、這個。教育局係好合作嘅，有偈傾，係有偈傾。於是佢哋嗰啲政策咧，佢推到十足，咁咪逼到啲老師咧走投無路嘅。所以輕生嘅教師其實係好老師嚟嘅，好多。好老師，因為佢感覺自己想做好自己工作，又感覺哇喺咁嘅壓力之下做唔到，想做好又做唔到咧，於是佢對自己有個自救、一個自責咧，好多時就係走上不歸路。亦都好聽講好多教師嗰陣時都患到情緒病啊，各方面嘅情緒病好多抑鬱症嘅。當時我仲係教協嘅權益投訴部嘅理事嚟嘅。咁權益投訴部我哋收到好多老師打電話嚟或者上嚟見我哋。十居其七八咧係有抑鬱症嘅，食緊藥嘅，就係因為呢個教育改革嘅情況之下咧，教師得唔到舒緩，得唔到協助，於是就抑鬱。但反而改革冇改善到情況，係啊，仲差咗好多。差咗㗎，因為佢羅范椒芬呢啲人冇人性㗎嘛，好涼薄㗎嘛。教師自殺，佢居然夠膽講，即係死兩個啫嘛。咁即係當時因為連咗兩個犧牲，佢就話：兩個唔關教改事嘅，咁於是未
先至啲教師忍無可忍，走上街頭去要求羅范照分落台咯。咁、其實佢哋喺思考或者喺倡議政策嘅時候咧，係冇站喺教師嗰個立場去諗嘅。其實會唔會根本就揾翻外行嘅人去管外行嘅嘢，根本係完全錯誤。完全係嘅，佢哋政府最興呢一樣嘢。係啦，外行管內行咁樣。所以當年羅范照分都逼不得已咧，要我去讀翻個教育碩士。係。讀個教教育碩士就識教育咩？真係咯，真係放屁嘅，真係呢個咁荒謬至極啦！咁根本嗰班人係冇乜良知嘅，即係佢係為咗要達到某一個目的係不擇手段嘅，完全係六八九嗰啲作風。佢哋即係覺得呢個教改係對香港好，教育界好。咁點知啦，後屘適得其反。係啦。咁個情況去到依家又發展到咩地步咧？嗱，去到最近嗰五年，大家都知啦，呢個唔得掂上場。係更加慘望。嗰個唔得掂上場更加聽曬政府嘢啦，所以喺呢五年之內嗰個教育生態咧係。漸越嚟越走下坡，即甚至 BCA 即當年 TSA 啦，嗰啲咁嘅唔得掂，都係一定要推。咁到今天為止，咁多家長反對咧，林鄭月娥逼不得已咧，要即我暫時都覺得應該擱置，但未知㗎，未知㗎，係啊，要繼續㗎。到今天嚟講，太多嘅議題咧，佢都唔得閒理呢個議題啦。而教協會都唔得閒理啦，因為教協會淨係掛住攞個36億啊嘛，有個36億咧，咁所以佢暫時都放下不表嘅好多。而教育界仲有幾多嘅惡政？窩政係需要改咧，都係要大家繼續去關注嘅。即係 BCA 一定要刪除嘅。早幾年我哋即係鬧得沸沸揚揚，好反對嘅國教啦。係，其實係都係咪又死水復燃翻，即係暗藏曬機喺我哋嘅書本裏邊，或者喺課程裏邊嘅咧？你講得完全啱。係，當年即係反國教洗腦，大家知啦。我哋喺公民廣場嚇，我絕食咗7日7夜。咁市民嚟支持，先至迫使到教育局咧係擱置咗。其實佢呢個咁嘅教育局一定要聽共產黨話噶嘛，點可能去唔推呢？其實洗腦教育咧喺而家香港嘅教育界咧係呢個暗度陳倉，去喺唔同嘅範疇咧去推行嘅。係，即係嗰啲咁嘅咩遊學團啦、制服團啦、遊學團啦、井岡山考察團等等咧，其實就係散播緊呢啲洗腦嘅種子嚟嘅。當然喺教科書裏邊，無論係幼稚園嘅教科書都有啊，幼稚園有啊，個見到五星紅旗感動了哭嗰啲啊。有係啊，有啊！幼稚園嗰啲教科書其實係講緊，哎呀，長城幾偉大啊，航天發展幾咁宏偉啊！我哋要愛國啊，要點樣點樣，即係滲入咗呢啲咁嘅洗腦嘅成分。中國人嘅思想又係啦，喺曬度嘅，喺曬度嘅，幼稚園完全唔知嘅，甚至啲幼稚園教師都懵下懵下。係喎，佢覺得照教冇所謂嘅喎。教協一個理事啊。幼稚園教師嘅理事，我當時我提出話你要諗點樣處理啦。你知佢點樣反嘅？即係我一路教緊噶啦，然後佢一路教緊洗腦教育，佢係唔知嘅，佢係照依書直説。教育局倡即係建議邊啲教科書，邊啲中文，邊啲呢個德育啊，咁佢照用喎，照跟嚟教，仲話一路教緊冇問題啊！哇，我真係嬲到，我真係嬲到，大佬你教協嘅理事，你同時係明知道我哋反國教噶嘛，咁你居然都仲認為冇事，繼續去狼狽為奸我叫做。咁你諗諗，而家香港前線教師同埋啲學生根本就係喺無形之間咧，係用緊呢套洗腦教育嘅。仲有一套就係基本法。教育局出嗰套基本法咧，你知啦，全部係譚慧珠啊 ，call 啊梁愛詩啊等等嗰啲咁嘅所謂説法噶嘛。咁於是教師又跟住依書照講。咁啊大件事啦，即係嗰啲其實係洗緊腦嘅，而而家老師都洗埋腦啦。係啊，而啲唔係啲老師有啲就係好寧願即係情願被洗腦嘅。佢認為我哋都要即係大中華交啦嘛，我哋都要愛國嘅，要為我要向祖國向。
北亡的咁嘅諗法咧，有嘅。但係佢哋忘記咗我哋教育嘅最終目的嘛。教育最終目的係訓練小朋友有呢個獨立思維、批判能力，咁佢先至係啦，先至喺將來先至能夠有一個獨立思考，能夠即係去分析形勢，去過濾一啲嘅資訊，然之後作為佢自己參考嘅一啲資料，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有良知的人，而家唔係你原來個目的唔係咁嘅，目的誒讀聽教聽話考上大學，考上大學做順民，考醫生做醫生，係啊做醫生做公職專業人士啊，其他啲一切放下不表，呢個就係違反咗教育基本嘅原則。而家普教中會唔會引入咗大量即係普通話嘅專才老師入嚟，即係變咗令到係教中文國語名嘅老師，其實都開始係本土老師係會被逼上絕路嘅，一定有。因為好多即係教育局自從推出呢個普通話教中文之外，就好佢係擺到明係要請呢個內地人，係個階級唔知咩，係啦，即係話佢，哎佢哋呢個普通話好，所以咧係應該請佢哋嚟即係嚟教。咁而喺每間學校咧都漸漸出現越嚟越多呢類嘅教師嘅。咁呢類教師嗱，普通話冇錯，佢係。即係話跨啦啦普通話，但係佢唔熟習香港嘅情況，佢唔知道香港小朋友個生活環境係如何，要佢哋嚟到教普通話就冇問題。但係如果佢哋嚟用普通話教中文，你知道中文呢一科唔係淨係單止語言嘅能力嘅傳遞嚟㗎嘛？文學啊，佢係文學啊、思考啊，同埋對整個文化嘅一個認識啊、一個批判嘅一種思維嘅教學嚟㗎嘛。所以你用咗呢類咁嘅大陸嚟嘅普通話叻嘅教師咧，係達唔到呢個目的嘅。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好多教師爭取緊嘅咧。就是依然用翻粵語教中文，咁先至第一可以令到啲小朋友能夠暢所欲言啦，唔會有一個障礙，唔能夠思考，因為佢諗嘢佢係用廣東話諗噶嘛。如果佢再要一重翻譯，由普通話由廣東話翻譯成普通話，再用普通話講翻出嚟咧，嗰個過程咧其實係窒礙咗佢個思維嘅。窒礙咗佢思維咧，於是佢嘅表達嘅嘢咧，亦都同時咧係唔能夠暢所欲言嘅。所以普通話教中文咧，係完全抹殺小朋友嘅學習機會。但我又見到一個現象，老師，即係我都成日出外景啊，出街走咁樣，我就見到新界外北區啦，甚至乎我有時喺港島區嘅西營盤啊、北角啊，好多啲年紀細嘅小朋友咧，其實小學生啊，已經係講普通話。係我一次喺麥當勞喺旺角。一次茶餐廳，側邊坐咗五六個小學生，著運動服嘅，全部之間咧係用普通話交談，跟住有時講翻一兩句廣東話，其實佢唔係母語，唔係普通話啦，但唔知咩學校逼佢定點咧，即係連課餘時間咧都要用普通話去溝通嘅。有呢個咁嘅政策嘅，因為好多學校咧就係為咗要學生普通話流利咧，就不適用呢一種手法，佢甚至。設計咗一個方法咧，就話嗱，你哋出去如果唔用普通話交談嗰啲同學咧，你翻嚟舉報佢。即係篤背脊，係啊！有次於是紅衛兵、紅小兵嚟嗰啲，係咯，砸到先。於是可能舉報報串嗰啲有加分啦，被報串唔用普通話溝通嗰啲咧，就被處罰也好。我係咪都報串喎？屈人咯，屈埋人添。即係當然你要睇嗰個老師信唔信你啦。但問題呢種咁嘅互相監察。嘅即係舉報報串嘅呢種咁嘅舉措咧，係完全違反呢個教育精神，違反人性。即係等於當初佢哋想推嗰個洗腦教育咧，就要啲小朋友見到國旗要流淚啊嘛，亦都要對互相去監察啊嘛。嗱，你同我睇住隔離啲小朋友，你要評核佢，如果佢有冇喊，佢有冇感動啊，你同我剔分。當時係有咁噶，就係要互相報串嘅。你諗諗幾恐怖？好恐怖嘅，好恐怖！即係你教到啲小朋友要扮咯，即係唔係真誠去同人相處咯。我唱國歌嘅時候，我要好感動，好即係好似北韓嗰啲咁樣，係啦，好澎湃，要情懷，要好感動。咁嘅情況，你邊度會訓練到一啲真實
誠實的人出嚟。即係你最緊要嗰個 integrity 已經冇咗啦。冇咗啦，冇咗啦。啊，你諗諗從品德嗰方面嘅嘢，從細到大你虛偽，你就要佢虛偽，要佢串人，要舉報人哋。你諗諗呢個咩教育嚟㗎？但係老師，我又想咁樣講喎，即係呢啲就手掌拍唔響啊！即係你冇家長喺背後即係推波助瀾嘅，件事唔會搞成咁嘅喎。你睇法會係點？嗱，當然有部分家長咧係會。我哋所講嘅會好支持呢種洗腦教育嘅，佢哋覺得係冇所謂嘅，因為佢哋唔懂教育啊嘛。另外有一班咧，就係、是辛苦工作，日做夜做，係唔得閒去睇嘅，唔得閒去理啲學校做緊啲乜嘢。所以呢一班咧就唔係話佢哋贊成洗腦教育，佢冇時間去，你先將嗰個責任交曬俾學校咧。而學校喺教育局嘅高壓制度，喺學校領導人嘅配合教育局嘅情況之下咧，咪洗腦教育繼續進行咯。佢哋唔覺得係什麼一回事喎，咁誒變咗而家香港。我哋都始終有一班嘅朋友咧，係堅持我哋要取締呢個洗腦教育嘅。咁所以，但因為最近太多 issues 啊，太多議題啊，對於洗腦教育啊，對於教育嘅政策咧，好多時就擺埋咗一邊。咁當然我哋希望家長，其實好多家長好有心嘅，特別係反對 TSA 嗰班咧，即到今天咧，佢哋都仲堅持係要求教育局撤銷呢、這個而家轉咗 BCA 啦，咁係好熱心嘅。咁對於洗腦教育咧，我諗需要再從頭去到呼籲啲家長咧起嚟。喂，唔好俾學校繼續咁樣去糟質你啲小朋友咯。OK， 嗱，何老師，我哋第二節我哋差唔多時間啦，剩低時間唔多。係。咁我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咧，我都想留喺呢個時間同你去研究嘅。好。咁究竟點樣可以令我哋而家香港啲小朋友啲英語水平咧係提升翻咧？因為我知道你教英文啦。係。係啊。咁即係我哋對英國嘅文化或者係歐美嘅文化，其實都係用英語去了解成件事啦。係啊。我發覺好多嘅而家嘅九十後嘅小朋友咧，年輕人咧，佢英語水平真係下降嘅。香港的英文水平是不是跌緊咧？你覺得？這個呢個其實是我講緊嘅一個稀釋作用啊。稀釋作用嘅意思咧，就係我哋而家讀大學啊嘅年青人係多咗，以前兩間大學，而家八間。咁即係話越嚟越多年青人係大學畢業，有學位啊，有副學士啊等等。而叻嗰班即係喺頂頭 cream 嗰班咧，嗰啲英文一樣咁叻嘅，永遠都係喺樹嘅。咁只不過當中有一班就比較上英文，佢哋本來喺以往嘅教育制度之下咧，英文水平都會稍低嘅。咁而家出現咗，但係啲人要啊，你大學生啲英文都咁差啊，咁咧就有一個誤解。但我相信喺英文叻嘅朋友依然即係年輕人依然係有嘅。咁當然我哋可以改善呢個英語教學嘅，即係我自己就話英語學習冇捷徑嘅。多聽多多聽多讀多寫多睇，同埋多溝鬼妹。但係冇呢個機會啊，大佬啊 ，Andrew， 我教嘅時候好多啲學生都問我，我成呢句溝鬼妹點講啊？呢句點樣可以搭訕啊？咁話好大把，我介紹你睇邊本書，邊本英文書，咁佢真係睇噶嘛？即係佢係有個動機，有個。想學英文嘅心態，咁但係而家香港你諗諗啦，而家嗰個我講嘅 exposure， 即係佢去接觸英文嘅機會係低至又低嘅。佢喺課室除咗英文堂之外，有幾多次機會佢係講英文、睇英文、寫英文嘅？係冇啊嘛！而家網喎，使乜寫英文啫？網冚唪都係廣東話、俗話、潮話。潮語咁即係佢唔覺得要學英文嘛？但係當我哋喺呢個社會能夠比較重視英文，而俾香港市民睇到教育佢，或者甚至提醒佢哋：喂，冇英文你走唔出國際嘅。你所有嘅研究、所有嘅出版最精警嘅都係用英文出先嘅。我發覺喺商業社會都少咗英文添。有時會睇人哋嘅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已經轉咗用中文啦。係。書信上面嘅溝通啊 ，email 亦都係完全轉咗中文。係啊。
這個型那個大氣候咧，令到香港的朋友咧唔會去咁重視英文咯。咁、當然我自己教英文，我覺得英文係始終係一個可以學習借英文嚟去。跟國際接軌的，你學習到人家的文化，學習到人家的思維，是看回日本是學不到的。所以我就都這樣說，就是香港的年輕人除了學普通話之外，英文是你們的一個很重要需要學習的。但是我發覺在我家裡面是沒有一個英語世界，沒的。以前我們都會有看英文台看球，沒有排術的，你們都會看，是吧？但是現在你看英文片有很多的大電影啊，各方面，現在是真的很少人看這一樣。是啊，看英文片，我一向我教英文的時候，我都鼓勵我的學生呢看西片，就是你可以即一碟租碟啊、租帶啊，咁你可以睇西片，先睇有中文字幕嗰一出，然之後將個字幕 delete 咗，再睇第二次就冇中文字幕嘅，咁你就學嘅，咁於是你就因為知道佢講乜啊嘛，咁你自然就學到啲英文，即係睇電影學英文係一個好好嘅方法。方法當然睇書學英文都好重要。好啊，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啊，喂，而家人話你係共產黨嘅鬼嘛，係咪先？卧底喎，卧底喎。嗱，呢個真係清者自清，俗者自俗啦。即係當時黎智英話我係共產黨卧底咧，我諗佢都係一時衝動嘅。尤其當時覺得佢哋論壇版個編輯咧，就係俾咗版位我去發表我嘅文章，而我當時發表嘅文章咧好多咧係同黎智英相左嘅。黎智英當時係呢個薯粉嚟噶嘛，佢要 sell 曾俊華幫佢抬轎呢個特首選舉，而我就係講出咗個真相。個真相就係你哋冇用噶，你 sell 乜鬼啊？共產黨一錘定音，每一路係用呢個方法講話，你班友不如揾一個真係有公信力嘅民間特首啦。咁咪一路講呢樣嘢。咁黎智英梗係話啦，你梗係共產黨，你去撐林鄭唔通？咁我當然即係一笑置之啦。即係香港嘅朋友認識我嘅朋友都會即係覺得黎智英係一時衝動嘅。咁而家佢嘅地盤裏邊有冇你嘅？冇啦，佢 ban 咗我啦，ban 咗我啦，係ban 曬啦，因為佢嗰個編輯論壇版嘅編。論壇版的編輯都怕沒飯吃的嘛，老闆說到明你不要給版委那個工編輯自主，沒有，沒必有編輯自主，中國人的世界真的是啦，所以我的文章現在出大紀元的了。其實真的老老實實除了大紀元之外，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看到你的文章？沒有的，媒體咯，即是立場啊、讀媒啊、不同的網上都可以看到的，都依然看到的。 OK， 那有時我們借你的物寶，我們都是 share 一下。好啊，沒問題，在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隨便 share。係，OK。咁啊，今日多謝何老師，係啊，多謝啊，多謝何老師。係，多謝俾機會我，多謝俾機會我嚟發個瘋。咁啊，再去提啲環節啦。係啊，好啊，環節嘅，咁大家繼續留意。拜拜。Nicky 哥好開心喎，睇到你改曬 status 喎，係啊，咩環境啊？同咗我心目中嘅男神拍拖咯，佢幾好噶，又唔會介意我唔識煮嘢食，又唔會介意我衣著唔夠斯文，佢更加唔會介意我餵食添。都唔係佢好好喎，佢大量啲，但係佢一定有啲要求嘅，唔可以話冇嘅。好愁咁喎，佢要求你咩啊？佢好執著於處女呢個問題啊！唔使執啊，你係啦，以我所知你係。咁你知道我不嬲好動開噶啦。係啊，幾乎咩運動都玩嘅，除咗跳大媽廣場舞之外。咁你知噶啦，上年啊，跟鱷魚佢哋啊，去拍嘢嗰次啊。在學嘴那裡不是被石仔摁到的，是的，他會不會流血，會不會幫他搞定了？這壇事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怎麼搞，我不懂處理，你不說開我都想起，他上次跟我聊天的時候不覺意透露他很介意這件事，我真的搞不定，我想起我都覺得頭痛。
哇，咁冇辦法啊！嗱，你啲係咧，你想知咧，啲係揾醫生啫。一係咧，冇啊，你真係求神嘅人。邊講得切睇醫生啊？我禮拜六約咗去佢屋企嗰度睇戲啊！啊，睇戲睇咩戲啊？我最驚嗰啲恐怖片咯、啊。哦，係喎，呢、這個性暗示嚟喎，通常睇呢啲戲都，咦，咁真係可能會知喎、啊、佢。點搞啊？講唔似去睇醫生。你話求神問卜有冇啲乜嘢好靈嘅廟可以去求下啊？好靈啊！好靈，我可以幫你 search 下啲資料嘅，幫我自己，因為我唔使收保全，我真係唔知道。咁啊，我幫你 check 下啦。我揾到啲資料，我 send 翻俾你。快啊！唔該。好。好頹。冇問題，冇問題。嗱，你跟住呢個方向行咧，就揾到間廟噶啦。記得誠心啲，啲人話好靚噶。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求下你大慈大悲啊，保佑我仲係一個處女啊！我好乖女噶，我平時咧又唔會亂咁溝仔啦，又唔濫交喎。連面條都冇用過啊！求下你啊，保佑我塊膜完整無缺啊！係上次唔覺意拍嘢嘅時候跌親，求下你啊，保佑我夢想成真啊！我想做翻個女仔啊！今次你满意啦，你会投胎转世做一个 BB 女，今次真系做到女仔啦，求人得人，包你系处女，自己好自为之啦。总之系心诚则灵啦，系嘛？求神问卜嘅嘢，有时候真系讲求，即系你睇下你够唔够虔诚嘅，咁啊。不過你求嘅嘢咧，同神俾你嘅嘢咧，就有时好多时有出入，系嘛？呢啲好难讲噶啦。咁總之接受神靈嘅安排啦，係咪？咁好啦，播翻首歌俾大家聽下先。求神，求神，求親又求求媒人，求觀音兼職愛神，同小姐你成為情人，芳心即刻過問。書生真係過分。我神讲笑揾第二个笨，你话成亲睇揾鬼亲，小姐骂人斗到恨，书生咁巧不是人，畜生突然觉透晕，要等你充电自有人，三生真系无幸，专登出嚟拜神，装鬼装着你快投胎去冤。怎样可以用16元一个月看完我们八大频道的所有节目呢？你家订阅2588一年任睇计划，首先我们会送你一个价值500元的福袋，里面有我们海面上这些产品，是不是非常丰富呢？第二，还会送你100元
MHK.TV Store 嘅現金券，等你可以帶曬佢哋翻屋企啊！仲未完，仲可以喺 Me Beauty 度試玩價值1800元嘅日本鹿兒島鷹島火山石硬盤浴一次，名額得20個嘅咋，計翻一個月咧都係16元就可以睇曬八大頻道嘅所有節目啦！咁想仲唔快啲嚟訂閱？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